姐哈，这小姑娘没事，我教你。这萝卜叶子是邻居给的，今天搁那烘烘晒干，做那个干菜吃。现在正嫩。这马上想烘都烘不了，给人家一道长老，人家就是这一块地，好了，人家都给你都交多少钱，谁都信不着。咱都卖那个炸面条的，搁咱那乡里，开的人民人实行的。你们现在种的萝卜少嘞？哎，对，种萝卜的少嘞，主要是这个让卖炸面条的多啊，比我搁那样城市的稀罕的很。这家那干菜的好吃。妈妈，我给你烀好，咱赶明闲了打点干汤面，再来擀豆面条下萝卜缨。这里怎么也好，怎么也稍微有点苦意思。那边是这个萝卜缨子、芥菜缨子是最好的下面条，它还不泄饭。妈，冬天没啥青菜。嗯，这是醋，那样提的，要不然长不下。哎。怎么别烫手了？这都开胃。这不管烘焙了，它因为晒太累了，一个烘焙了，它都洗都没法洗嘞。软烂。哎，对，洗的一把米了。
今天天气好，晒个两天，晒干就可以了。这一期都要结束了，关注小姑娘美食，别下面留言。